台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今仔日是清明，古早讲过年无回去厝无宝，啊，若清明无回去厝无祖。因为过年大家爱回去拜望拜拜，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，这就是望，读望望第七条，毛人读做无，望就是带无名的人的所在。那讲的政府起的望，咱讲是公墓，对，咱看到有望地、望牌、望古甲望亭。另外望地，咱讲是望阿婆，有一个较文雅的讲法，就是通啊。像咱讲通阿婆甲公墓，另外扫墓古早是讲陪墓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，咱做伙来看到读作叶望过，这是台湾过去一款的风俗，又是陪墓拜山了后，甲拜拜才会穿白物件，分予附近生活较歹过的囡仔。一方面是同情，另外一方面是防因乌白破坏。第二个词读作探墓处，嘛是陪墓制作的意思。咱用一句话来记咧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清明照古早风俗，都爱陪墓、探墓处、叠墓纸，刷来搁再叶望过，代表咱台湾食果子、拜树头的好风俗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作墓，另外一个音读作墓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